风小月滚床，林心如在跟杨谨华那个华灯初上手机大埋尸体梗。我们会不会这辈子就这样子啦？爱你的你不爱，爱上的永远不会是你该爱的人，那是你，我才不会。林心如跟杨谨华在华灯初上饰演酒店妈妈桑兼好朋友，可惜林心如遇人不熟。你知道我这天过得有多糟？你以前就算赶稿也不会这样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可以讲清楚吗？我都你等一下有事吗？要吃个饭还是可以的，走吃饭。很意外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不跟踪你，大概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你住哪吧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整整一个礼拜不联络，你说要赶大结局，叫我不要吵你。现在交稿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？我不爱了，难懂吧？你喜欢人家叫你苏青怡还是叫苏？有差别吗？有啊，我是先认识苏青怡才认识苏的，认识苏我才认识 Rose 的，对吧？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一直都知道。华灯初上真正看头戏是埋了这个悬疑梗。死者是女性，外表看起来30多岁，身上没有证件。刚刚开花的时候发现了这个，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跟死者有直接的关联。这一次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有推出一些外带美食。那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就是我们在3天之内卖了3000多份的一个海陆特餐。那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抚慰人心的食物，炉烤热眼以及龙虾，准备1天1000份，然后是限量。去年就有看到500趴在101那边非常的盛大，今年很荣幸参加这个500趴，会为大家准备几道非常特别的泰式料理，希望大家当天会喜欢。